今天是2019年，11月17号，今天下午，6点过的，从墨尔本经文莱的首都斯里巴加湾，然后到台北。在出门之前，我们专门去买了水龙头的定时器，带电池的。我们设定是每12个小时它喷10分钟。这边这个是第一关的管路，管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草坪，然后这根管子过来，到这个喷淋器，喷淋器就可以管这儿整个地。所有的花园。就每天它就一早一晚，早晨9点钟和晚上9点钟，每天就喷2次，一早一晚各喷1次。夏天这个草坪一般就是一个星期必须修剪一次。皇家文莱航空。配套空姐没有啊？48C。你在尾巴上。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，从墨尔本到达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。啊，这边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坐的这趟飞机，那个飞机它也是波音787，是皇家文莱航空公司的。这就是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机场，我们这个地方要停留10几个小时，然后明天早晨，当地这儿的时间10点过，然后再坐飞机，再坐3个半小时的飞机，就到达台北。就在文莱机场吃早餐，这一套有火腿肠，有一个煎饼，然后这儿有一个这种煎的，像是土豆饼这种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煎的蛋饼，然后这儿烤肉，这个是红豆和土豆，再配一杯咖啡，8块钱，8文莱元，
这个是另外点的，炒面3块钱，而且为了环保，我自己用我自己带的筷子来吃。实在是饿了，而吃了马上10:15，飞机起飞就往台北去。怎么一直是这两个人呢？那每次不是这两个人，是哪两个人呢？